这个意思是什么？要怪连山宝宝啊？对，他们在这里吃穿，他们看宝宝，他们会想，只有一个老人直接说，快点，不要时间过去了。为什么是放在这里？他们吃穿，他们都看眼睛的，干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嘎的这个是美女。今天这个是我叫不是妈妈，今天叫一个美女，别的人没有。哎，这美女不正经吧？美女，今天美女妈妈名字非常漂亮，哪里非常非常哪里来的？我扎一个头发的，都漂亮的，一起好看。嗯，今天我们来小舅妈家，因为马上她的儿子要结婚，这边都挺好的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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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这个名字，他现在退了。我要做什么？里面 ，Hello。Hello。你们说要帮忙什么？这个先你去，谢谢。Hello。嘿嘿。这个快点，他讲。他说吗？这一片他们都。自己按着做。我知道我这个会不会做的。我会做不难的。走过来，对，这里给我看看。哦。那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后来就到底怎么做的？我的手不会做这个小的，我会做大的。这个都挂这边。你都不做做挂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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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嗯，可以。你把那个带上。带开心。这个，穿你要拉上。我练个动作。可以啊。现在很热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来舅妈的房子啊，他的儿子要结婚，今天我们要做他的舞，这是他的舞，好看的，结婚的舞。现在又在这里两个小宝宝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要怪连山宝宝啊？对，他们在这里去穿，他们看宝宝，他们会想，只有一个老人，快点，不要时间过去了。为什么是放在这里？他们去穿，他们都看眼睛，他们干活。妈妈快点向他们结婚，是不是？妈妈也放过，是不是？对吧？哇，可以说和我们从可能一样的，要都能放在要外面，要什么开心的，眼睛能说，这是南京三月啊，你照顾我，南京三月一生是你。这个胶带可不是很摘。妈的，这。来，小杰，不用太长。真的？快点，不拿了吗？对。好，你看，不是这个长一点，你看。一样，一样，一样。快点。一个哪个杠？够。我在这里呀。这不是这里，外面，外面。一个在这里，一个在那边。在上，最上面。我现在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弟弟要结婚，你知道，因为我今天要看结婚。说不定你天天就怎么找老婆，怎么结婚。我现在可以看，我很开心。那你看，是找我们的家人的结婚。啊，下面一点，哥哥下面一点。啊，可以了。这个好，到时候他这个老公要当老公，不是老公当老公，老公跟那个苦到时候苦。挂在面，还有他们娘家有带一片米，到时候结婚那天拿出来，你就知道那个一块布我也做不出来，就怎么我不知道。你说话我都听不懂，你的意思你没看到不行。哎，这个还没有，这都好。弟弟，你有没有这个？你结婚你有没有？有，我们这一代有。现在不明白妈妈说什么，因为她的不听话很不好。那天都没有。我看结婚了，我会明白。就是这样。嗯，大了很好弄，薄的一大弄了，这么薄。这必须自己，看看。马上做好了，我们来台湾。不玩，不玩。啊，可以，妈妈说不玩。
然后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看弟弟，弟弟在哪里？是不是他现在在休息？不是休息，他的老婆可能今天可能普天去拿那个照片。照片？婚纱照片。啊，然后他们可以说他们要去结婚拍照片，然后早结婚，可能今天去拿回来。啊，是这样，因为我想他现在休息要预计的。我想是这样子的啊，不是的，错了，不好意思。现在等弟弟结婚，然后新婚快乐，弟弟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。啊，我们有中国的结婚。我那个时候一直不跟哪个结婚呢？那个，等一下，我的家人不会都来中国，你知道？妈的，我们在中国乌克兰结婚，然后，这个的家人也不会去乌克兰很多，是不是？他们在中国结婚，有两个结婚。后来不像宝宝了，进入大的，等宝宝长大了，宝宝结婚。妈妈，然后宝宝结婚不一样，你知道不一样，因为这个我结婚，这个是啊，我的天，对啊，好近接近结婚不了，你当奶奶了，是这样子的，你知道，和你一样哭，不哭，结婚挺高兴的，又一个儿媳妇，你看见你妈妈，你看照顾你怎么大，让你怎么大，过来嫁跟。陪我住 SU， 我挺高兴。那现在儿媳妇没有说牛啊？对，不是你要嫁出去，那你就不高兴。那结婚了，到时候浩金找老婆回来，你又嫁一个好儿媳妇，挺高兴。你要去了啊？这个是媳妇来了，你要嫁出去。我叫你妈妈，你没有叫我牛啊？这个什么意思的？这什么你？他没有叫你婆婆，叫你妈妈。啊，住的婆婆没人叫婆婆，都得叫妈妈。我妈妈没有说这个是你是谁。他都叫他儿子，你知道？啊，对，我的儿子。对呀，妈妈都叫他儿子，你知道？我就叫我的闺女。啊，你叫我怎么叫？我的闺女，近的人知道，你是我的儿媳妇。哎，别人不知道哈。你老脸是中国人呢，你怎么找主意？怎么这样出来？啊，这一个出来一个女孩怎么？鼻子那么大，我鼻子这么矮，你鼻子这么大，那别人我怎么问？不是，妈妈，你知道要你说什么？你想我是你的女儿，是不是？啊，好的，行，别的不要听什么，不要听什么，对。